这是嘉庆年间爱新觉罗王朝的小辈了，当年客死异地，不宜妄动。如果动了呢？动了就出毛病，出了毛病找你。啊！哇！哇塞！叔啊，不是老官呢，是小官呢。 哎，叔，怎么能变得硬邦邦的了啊？正常现象。谨请太上金武神，老祖下天门，神剑封住金木水，周公桃花封火门。 太上老君积极如律，敕令下官，封土。
告辞了。企鹅最喜欢吃的是鱼，所以呢，企鹅一定要会游泳。来，我们来看北极熊。为什么北极熊冬天在洞里一睡就是6个月呢？我知道。陈小牛，也没有人敢去叫警察。不对，这叫冬眠，是有些动物冬天凭借饮食运动的特性。猪是一种很有用的动物。 有谁知道它有哪些用途？它的肉可以吃，它的毛可以做毛笔，它的皮可以做皮鞋。还有没有啊？我知道，它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。<笑><笑> 不行，我爸爸的口不对，今天要回来。那我爸爸也回来喽？你爸每天天天在念经看风水，你烦不烦啊？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妈妈说叫你随机嫁个水狗嘛。妈，爸爸呢？他一回来就关在实验室里。 小宝啊，看好猫，别让它偷吃鱼啊！我一直在看它，它已经快吃完了耶！啊，死馋猫，走开！去叫你把它回来吃饭。嗯。都是那个死鬼，他要是从小就那么用功的话，早当系主任了。 周助教能提出构想，这次报告就让他来写，总要给他个机会嘛。主任好，胡阿姨好，我要叫我爸爸回家吃饭。好，乖，再见，再见。爸爸，爸爸，妈叫你回家吃晚饭。哦。大清哥哥。 你又跑来这边干什么？讲不听的。
沈晨，对不起，我的电话。喂，非要让那夜猫子住在家里，昼夜不分的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打来啊？听音乐啊，我婶婶会唧唧歪歪的。好，我马上来。 起床啦，小宝，起床啦，起床啦，快点，快点起床啊，快点！每天丢的满地都是，该读书的不读书，不该读的，一天到晚关在屋里。 小心呐！ 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昨天晚上谁来过了？我下班的时候你还没走呢，你问我我问谁啊？周助教，上半年度的专题报告，题目跟内容，你拟妥了没有？我有两三个方案，大概在两三天就可以决定了。哎，这怎么来得及啊？ 胡助教，哎，这次专题由你主笔，题目跟方向以你会议提出为准。嗯，
我可以在两三个星期之内完成。请问这次报告可不可以作为我升讲师的资料之一呢？哦，这要看你的文笔跟内容了。会不会对周助教不好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东西都不见了，写个屁报告。交出来。嘘，周助教，我叔公我叔母还没有起床哎。少啰嗦，自己交出来还是要我动手？说什么嘛，你把那玩意藏哪里去了？啊，好好好好，这样我怎么去拿？哎呦，哼，不来点硬的是不会承认的。周助教，我只有拿你一个 A 壶嘛，你又不能用，我用一下有什么？哎，周助教，开灯。哦，你到底要找什么嘛？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？哦，你们干什么？限你两天把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告你偷窃。哎，你他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他要找什么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你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不会自己问他哦？告衰我一样。我这些大死人也不要放屁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赶快画哦。妈，妈，跟妈妈我们来你家玩。好，乖。小牛，你爸呢？人家家死人，我爸去念经。真是呀，你看小宝，今天晚上妈没有烧饭。结果你带同学到外面去吃面哦。周妈妈，你为什么没有烧饭？周妈妈今天要打牌啊。你打牌就不吃饭呐？去玩你的，累死了。累死了，那你不会回家睡觉啊？不要讲了啦。好了好了，大人打牌，小孩不要吵，上楼去玩啊。Thank you.
的迹象。知道我那个老公啊，成天不是钻进实验室里面，就是到野外去挖洞，一去是二十多天。哇，不错啊，没人管你啊。他如果天天待在你身边啊，你会受得了吗？说你是、当初都是你害的啊，说什么嫁给学考古的，越老越有劲、在哪里啊？有劲在哪里？现在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有钱有劲了，自个儿选的，怪谁呀、就是让人家打张好牌吃吃嘛，非得靠自己的牌，真是的。这是吗？这一张下家了。你打不打？哎，周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打牌啊，打牌就打，该你了。是吗？看什么？怎么样？要不要？不要就打呀！胡了，门清不求四花，清一色，一摸十二，庄家十三台啊！哎呦，真顺呐！哎呀，我今天的手气还真背呢！搞什么？少啰嗦，少啰嗦，给钱，给钱呐！真衰哟，老扮猪吃老虎！哎呀，你看我这副牌。哎，又是一副烂牌、真是活见鬼了，明明不是这张牌的，怎么会呢？哎，今天真的是有点邪门了、还真邪门了，奇怪着、哎，小鬼，你在后面干嘛？干什么？化妆舞呀、一定要学僵尸，去去去！这小孩真是的，小孩太不像话了，小孩子嘛，一弄到这还生气。少年暂时停止。哎，碰碰碰！哎。86年，考虑一下吧，刚好吃一下。刚好拿走啊！快点，给你们。耶！是在听音乐啊，总要一点娱乐节目吧。明明心里想要，嘴巴偏说不要嘛。哎呀，要死啦！总要有点娱乐节目嘛。哎，你们几个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哥呀哥呀，你这笑什么？还不快滚！走啦走啦，日日。你
怎么站在这里呀？打不要不要快打呀。哇塞，天下第一长的指甲，天下第一长的头发。你们真的不怕？怕什么好怕的嘛，只有我老爸怕这种玩意儿，怕不怕都是自己想的。打扮好我们带你出去玩哦，不可以不听话哦。哎，怎么啦？他怕阳光。快进来快进来，我要回家了啦。精彩的还在后面呢，哎，不要走嘛。除非你球赛打赢，不然怎么样？不陪你听音乐了。嘿，你以后还敢不敢呢？要麻烦我一个人，拿去。那小鬼好像没见过，阴阳怪气。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心啊！阿花，阿明，嗨，阿明。哎呦，他谁啊？他是我邻居啊。我怎么没有见过？我都没见过，你怎么会见过啊？好高哦！哎，他
应该是吧。开关。哦。啊？左算计，右算计，从何算起？千算计，万算计，总是偏离。哎，哪里啊？作文写好了没有？写了。拿过来我看看。生前既不可想，生后又不可知。忽乳不见乳烟，电乳不见乳纹，只会飞扬，似风也大。阿兄归矣，有缕缕回头望乳也。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？败军之将不可言勇，哪里抄来的？桂花连篇，这是快乐暑假吗？面包呢？还小笼包呢？书包。你先躲一躲，爸爸睡了就没事了。我不会离开你。量方正者必邪之，这些玩意不打死你也心死你。瞬间浇水伺候。不应该搁老罗来，雄心的把塞。
奉太上老君准。是。师父，师父，好像来了哦。没那么快，不用怕。我刚才，师父，别急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小鬼已经吸足了人气。师父，你是不是罩不住了？哎，被僵尸咬了还胡说八道。没关系，我熬点糯米粥，吃吃就没事了。你想得轻松啊！大僵尸咬了喝糯米粥，小僵尸咬了要喝。喝什么？师父，喝童子尿。啊，童子尿，那要喝多少？7七49天，每天6回，饭前饭后各1回，早上一大碗，晚上一大锅，你给我随时随地的当茶喝。小牛，哎呦呀，
的。可是老太太的不能跟人家讲的病。哦，我要玩的，看的，真是不是嘛？伤脑筋。大概有点受的，天兵将，二打地兵行，三打厉鬼棍，四打鬼折蛇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唐哥，我想找你谈谈。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哦。说吧。没关系啦，自己兄弟咯。我是不是你的亲人呐？废话，没选择的余地啊。万一亲人有了困难怎么办？那不更废话，造他。假如是他的好朋友呢？好朋友啊，一视同仁啊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也帮过你的忙，保证不跟爸爸讲哦。废话，我就那么多嘴啊。你发誓？好，我发誓。这里呢？那可不一定啊，也许想回老家。不会，他上次就不喜欢这里。小王爷，
Thank you.
先生，请到外面排队。嗯，排队？排队我永远排第一。妈的！你放心，只要是人呢，我都不怕。毛病又犯了。Thank you.
啾！假的！可恶啊你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！我的专门叫你在哪里？我也没有去打的。食物那么多，到底在哪一个啊？当然对僵尸了。对，他们在这儿，不得了了，僵尸分身奇凶无比，快抓！看你往哪跑，嫌老子肥，抓不到你们这些小鬼。你们这些小鬼，把老子当成病猫啊！是真的，师傅，救命啊！是真的，小鬼，快点跑！妈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小宝呢？小王爷呢？儿子，抓紧，不见不散呐！哇塞！是啊，拿着。怎么回事啊？少给我装蒜！你一定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我怎么知道？那个僵尸，四魔附体，现在有吸足人气，随时随地都会害死那些孩子。你知不知道？师傅，抓到！啊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嘛？你们赶快去通知周助教。师傅，他要对我吼了，那怎么办？追啊！啊！只剩下我们几个了，大雄也被抓住了。我们一定不能让小王爷被他们抓到啊！我好累，我好想吐哦。不能吐，要坚持到底。可是我是女生啊，就因为是女生才要坚持到底，不然以后长大会吃亏的，这是我老爸说的。
哎呦，我实在走不动了啦！不走也不行啊！哎呦，我们先找一个地方躲一躲再说。茶来。这是什么鬼茶？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一房里都是好的嘛。追啊追啊，大叔，你一定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消防消防，陈师傅陈师傅，陈师傅，小宝呢？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什么也不要讲了。小宝，师叔，小鬼可能在一个地方。妞妞，爸爸，小宝，爸爸，妞妞。小妞，闪开！他人气已足，魔力到底，大家沉着应战。那怎么办呢？小宝，小宝，过来，过来！小宝，小宝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爸爸这里，小宝，小妞，你给我过来！小宝，乖，快过来妈这里！啊！收拾他！时空的人不可能在一起啊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了我的孩子好不好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
万事皆由天注定，孩子们跟小王爷无冤无仇，你真的爱他们就离开他们，因为你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。时辰已到，请归于尘土，我一定为小王爷超度转世。家又多了一个小祖宗嘞！恭喜啦，叔叔！